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板栗烧鸡。现在又一年一度又开始吃板栗的季节了，鸡我已经提前剁好了，搁一边备用。板栗我就提前给它外壳剥好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辅料就可以了。葱拍扁，打个葱结，姜切块，蒜也切块。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，准备一个炒锅就可以开始制作。锅烧热后加油，鸡块不用焯水，直接生炒下锅。把鸡肉炒至微微发黄，下入葱加蒜，加些料酒，加点盐，来一勺白糖提鲜，加点蚝油，稍微再加一点点生抽，加入500毫升的开水，开水没过鸡块就可以了。盖上锅盖煮半小时，打开锅盖看一下，我煮了20分钟了。再把板栗已经可以加进去了，再次盖上盖子煮10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锅盖，哇，好漂亮。出锅前加点葱段，淋点明油增加色泽，翻一下，用大火收汁。好了，马上出锅。好了，今天这道板栗烧鸡就完成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点关注和转发。我们下期。